这是主位。后院也很，后面院子很大。缺点是这个玻璃是单层玻璃，但是还好了，这个没有什么噪音，对吧？这是主卧 ，OK， 主卧蛮大的。这个窗帘，这个 blinds， 这个百叶窗是很高级的材料。那个地板有点咯吱吱响，这没有问题的，你的地毯要换的。换地毯是吧，接下来把它那个钉几个螺钉，上几个螺钉。它的上楼这个地方看还有不错，一个小小的这个空间挺好的。